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当然就是疫情了。而且现在呢，有医生说，是不是现在全台该感染的都已经感染了呢？好，来看到在昨天新增的52000多个病例是本土的病例，而陈时中表示说，病例呢比前天是少了14%。那么北部地区的疫情呢下降的是蛮明显的。好，看到的北区的部分还是有14.3，桃竹苗12.2，另外中区7.4，南区6.2。高屏8.1跟东区的10.7，虽然看到现在南部是有上升的趋势，而身为中区指挥官的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控中心的副院长黄高斌，他就认为说，现在呢全台就是一日的生活圈，而且呢中南部的疫情呢这个疫苗施打踊跃，所以呢北降南升的疫情不会死亡交叉，如果会死亡交叉的话，那么中南部应该会飙破2到3万例，但是目前看起来只有1万多例而已。好，不过看到呢，现在端午节连续假期之前，又出现了首例的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也就是 MISC， 有不少的家长就十分的担心了。这个轻症的儿童痊愈之后，那么住进的加护病房，他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高烧、腹泻、淋巴结肿，还有手脚肿跟红疹的症状。好，中山医这个医学大学的附设医院儿童急诊科主任谢宗璇，他就分享了有5种的情况，容易呢被认为是儿童重症的状况，包含什么呢？使用退烧药之后，体温未达41度的高烧，还有打寒战，以及呢无法进食等等。但是如果是年龄未满3个月的婴儿发烧的情况，是属于高危险族群，所以请家长要直接把孩子带到儿童急诊室去看诊的。好，现在看到呢，儿童的染疫人数大增，甚至有重症、有死亡的增加。但即使呢染疫康复之后，也不能大意。国内呢就出现了首例15岁的青少年染疫之后呢，结果康复了，还出现了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过世。而教育部呢发给高中以下的学生的快筛试剂，也陆续到学校来发放了。好，我们就来看到今天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陈嘉伦来告诉我们。嘉伦，好的，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市的仁爱国小，今天也是学校复课的第二天，校方呢也特别利用召会时间对学生进行卫教宣导，因为呢每个人要发放4剂的免费快筛试剂教学生如何使用，我们来听一下现场访问。我感觉很不舒服，因为要插进鼻子里很痛，痛的话我会哇哇大叫，坐着然后一下就过去了，但我觉得还好，又一阵刺痛。唾液应该对小孩子比较会敢去试吧，因为鼻子他比较不舒服，对，比较怕，所以唾液应该比较好一点。可以听到呢，小朋友们表示说，这个做快筛呢，快筛剂要插到鼻腔里面，其实相当的不舒服。家长也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能提供给小朋友们做唾液快筛，以免呢这个快筛在鼻腔里面插太多次呢，很怕会受伤。另外呢，国内也出现了首例的15岁青少年出现了 MISC 的多系统发炎症，让许多家长呢还是相当担心说，儿童染疫可能会出现后遗症的状况。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好，来看到台大医师林明泰也公开的示警，台大收治了全台第一起确诊之后发生的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MISC 的例子，还说看起来是要打仗了。指挥中心呢特别请了黄从林医师出席记者会，解析呢孩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大多是在确诊复原之后的2到6周发生，死亡率有2%，而且提出了包含了发烧3天以上、头晕等等6大的症状，要加想多注意。但是呢，医生也说了，台湾儿童确诊之后发生的 MISC 的几率大约是1/1000，但是只要打过1剂的疫苗，风险就可以降97%。家长近日蜂拥至接种站带小朋友打疫苗，台大医师林明泰公开示警，4月底收治了10岁轻症男童，2天就痊愈了，但是1个月之后出现了高烧、腹泻、起红疹以及淋巴结肿大，6月1号住进加护病房，最后证实这位病童罹患了多系统发炎症候群，成为了台湾第一起个案。医师坦言是要打仗的时候了。马偕儿童医院黄聪宁医师特别出席记者会，教大家如何判断警讯。曾经得过新冠，好了，
突然发高烧，加上有呕吐或者腹痛或者是拉肚子。多系统发炎症候群发生族群在0到19岁都有可能，但是6到12岁年龄最多，大多发生在染疫康复之后2到6周。如果出现6大症状，像是腹泻、腹痛、皮肤出疹、呕吐、眼睛充血和头晕等症状，都有可能是征兆，要立刻送医。虽然台湾儿童得到的几率是1/1000，但是一旦得到，死亡率就有2%。但国外研究发现，只要打一剂新冠疫苗，就可以下降97%的风险。可预见的将来应该会陆陆续出现一些个案，这些个案发生症状通常是在感染之后2到6周之后才发生。小儿科医师吴昌腾呼吁，让孩子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保护方式之一，除了预防重症死亡之外，也可以将多系统发炎症候群发生的几率降到最低。记者杨时旭、金祖仁、王一仲台北报道。蔡英文总统在脸书表示，目前我们5到11岁儿童疫苗的涵盖率是74.2%，而且持续的上升中。但是被网友质疑这是假新闻。根据了疫情指挥中心的说法，疫苗的接种率只有60.5%，而至于74.2%，则是加上了确诊幼童数之后的涵盖率。网友还问指挥中心，那要不要出来打假呢？好，稍早了，蔡英文呢在脸书上悄悄有更新了。标注呢原图卡文呢文字5到11岁儿童疫苗覆盖率呢更正为是儿童疫苗社区的涵盖率，好，看到已经又赶快来更新了。相比病毒共存的话，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所以呢用旺旺水神来防疫，有效能够保护您、保护自己、保护家人。防疫不能等，请赶快上快点购，买的时候记得呢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